今天我用这个鸡了做一道香菇清蒸鸡。首先把这个干香菇泡一下，把这个鸡切一下，把这个红萝卜削一下皮，这红萝卜是自己种的。这个姜切一下，切片，然后再切成丝。大蒜要多一点，这个鸡肉才更香更好吃。把这个鸡肉调一下料，一点适量的盐、淀粉，一勺生抽、姜，一点点鸡精、米酒，还有一点点胡椒粉，拌匀。然后把这个红萝卜放下去，先泡好的香菇一起拌匀，把这个蒜末倒下去，放一点点食用油，好，把它搅拌匀。哇，这个大蒜的味道好香啊！准备一个包饭的电高压锅，把这个鸡肉端下去清蒸，完全按这个包鸡肉的就可以了。鸡肉蒸好了，啊，端上来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一道香菇清蒸鸡就做好了，我来先尝一尝，好香啊！嗯，好香啊！这味道太别扭了，太香了。还有这个香菇，满腹子闻得到香菇的味道，吃起来鲜香热味，软烂开骨，又香菇搭配，真的很香。营养丰富，朋友们喜欢试试吧，喜欢请不要忘了关注趣味鱼年点赞分享哦，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，朋友们下期见。